是住在市郊区四里一，我是叫陈嘉文，我是种甘蔗农业啦，种甘蔗，就是批发甘蔗跟浇甘蔗水。有了，他也是有帮到我的讨农业，农业部讨肥金、肥料什么打草油那些，有了，还有我们这边的水沟什么，他也是有来开跟我们洗清沟那些都有了，都有帮忙到了，有帮忙到了，也是希望那他会再帮忙我们那，在后来五年也是在帮忙我们呢，发展我们的农业什么了，因为现在都东西通通都起价，肥料啊、打草油通通起到很高很高。这几年有外币，有沈贵先来帮忙我们申请农业申请肥料、打草油那些，帮我们负担一些了，就是很 OK 了，很好了。我希望过后五年的还是会支持沈贵先呐，就支持我们帮忙我们在发展我们的农业，发大了，发展大了，希望他能够再帮忙了。